接的话，哈，直接就再重新按一下。这样荧幕会大一点。这样就可以，好。录个。你看一下我们正常这个。整个的比较异常的是位置的两边，如果他现在是发炎在那个脑部运动，这边是正常，现在没有，你看没动，你看现在没动，对不对？ OK， 现在没动啊，两个，一点点啊，现在比较正常。对，外侧那个是比他破。看一下，我们这个报告出来会震惊全世界。震惊全世界，扭转人类医疗史，真的。在马来西亚专门看精神病，你就看不完了。我诊所其实有之前多好几个这样的患者。你看我看我每个患者都是跟他讲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我这个可以扣一份给你。好，谢谢。没有，让爸爸知道是怎么样。尤其是刚才那一段哈，没有动的时候是正常的。现在你不用忍，小朋友。你不要忍。如果真的要动，你就让它动。对，教材可以清楚哈。所以说，睡觉的时候是正常的，就不会有这些。有些人会，有些人不会。录个大概再录个十分钟，最好有正常的出来以后，这样差不多哈。这个上面有时间，上面有时间，对对对。如果是比如说还在50分钟，站在一个部位，三分钟。请问第二可以给我看吗？可以啊。这个也是正常的，对，正常的，没有抽，有时候就贝塔波就没出来，又出来了。这个里面也可以保存啊，电脑里面也可以保存。对。
你放轻松，没关系。不要忍，没关系啊。你要抖就抖，没关系，不用忍。这跟遗传有关系吗？跟遗传有关系吗？有些会有一点点，不一定，有些跟饮食这样，我想说油炸的啊，那个微波都不要吃啊，因为你不好的油，那你细胞膜吃到的细胞膜就不正常了。差不多了，七分钟啊，中了，OK， 好，那就这样，谢谢。